冈州八号有一场牛仔竞技表演，发生有一头公牛竟然这样子跳出围栏，对着看台上的人群横冲直撞，场面相当的混乱，也有好几个人受伤。好，这个画面您可以看到，当时群众正在观看牛仔竞技项目，其中这头牛就突然跳跃了栅栏，直奔看台上的观众，民众也吓得惊声尖叫，四处奔逃。那么主办单位立刻派出了骑马牛仔来救援。没多久就成功的把这头落跑的公牛给制服，把它给带回牛棚去了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